哇，这什么情况？这生意就好两天就没得生意了？哎呀，我也纳闷了这。嗯，是不是这个捉鸡没有交费呀？刚交的费。哎呀，叫你搞不惯，我来个客户屋里走访看看。爹，你个万元银看在屋里搞我哈？我看看能不捉鸡。是这哪个来的店呢？哪不跟我们做生意，还哪个比我们便宜些呢？我自己买那个电脑的，我跟你们做什么生意的？不是，自己买的，这电脑好贵啊，你买得起啊？贵个屁！就这个多少钱？这二十块钱不可能，我哥哥卖了十几台耶，都要500块钱一台。我买你工资的，帅帅，我这个什么还开发票的，你看不看？你之前那么不买啊？我之前的没得网线呐，你这给我们钱来跟网线，我这就可以玩了。那太好，你们真是好。哎呦我的妈！国光，这20块钱。玩电脑，这买回来一个生意都没得，把他们吓坏了。我们得商量下，像他们搞了。这个商场如战场，做生意那就是有风险的。现在这个局面，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啊，都谈下自己的想法看的。这活动像他们搞都不行吗，哥哥？这广告谁向他打也不行。现在的年轻人门都不想说，你说向他搞？以我这个商业奇才的头脑，很好应对。我这个方案一出啊，马上扭亏为盈了。爷，你快把收了我们情感了。这个现在做生意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晓得，服务。年轻人点什么点的最多啊？外卖。哎，所以说嘛，我们现在把这个服务做到极致。如果说他想上网，我直接把电脑送他屋里。这个活动可以。哎，我们叫滴滴网吧。喂喂，哥哥，这我们这盘就是起来的盘子呀，必须起来。好，马上啊，15分钟到啊。哎，常念。马上已经出门了，我的妈妈说给你，估计还有5分钟到啊。好的，我进来了。好的，姐。哎，仁义啊，那是仁义啊。好，你送过干吗？好的，我这人手不够，马上给他弄啊。好的，行。喂，好，行了，我进来了。好 ，OK， 搞不扯了，那个弟弟，弟弟，那接电话。喂，行，好，我行，你接电话，我来给送个帮了啊。喂。啊，我婆婆婆婆去了，在路上。哪个黄华呀？你说小面啊，一个哈，你要上网的话，你想怎么搞的？只有明天了，你们两个人，几个机子全派过去了。没得了，明天机子一出来，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好，这生意，婆婆很好使啊。生意真是好。经过我这个商业奇才一改革，现在生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之好。弟弟，把账上的宝妈停好，看我们盈利好多。这都在一个么的？看几个盈好了，盈好了。我们几个收入170万，翻一个谢谢。总共支出5800。那么这5800出去了还支出？那有好多屋里没得网呢，你要我跟他装网线的？这属于前期投资啊，没得事。你看，把他们网一搞完，后期我们就赚点盆满钵满。方长线钓大鱼，上网了吗？
烤牛肉去啊！好嘞，烤了烤了啊！姑娘，喂，包满了，没得鸡子了，去的。我的老公啊，我指的是孙立国。喂，没得洗澡。喂，我又打了啊！我们这个生意太差了。哎呀，这个今天召开这次家庭会议啊，非常的有意义。我讲两句啊，首先非常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两兄弟这个第一次创业的这个支持与鼓励。那个蓄谋已久的这个网，那个筹谋已久的网吧，算是正式开业了啊！哎呀，这电脑都是我亲手给采摘的，我采买的。珊珊，这电脑这把很可了，还轻了，跑了蛮多位置。电脑的价格都相当的昂贵，妈，这一台也就要4000多，真贵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弟弟的这个钱呢，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我一定要跟他借五万，要跟他当家呀。所以说呢，我又跑了7-8个位置，觉得磨破皮了，最终选择了我们市里最低价，这一台是500块钱。哎，这么便宜，国瓜，可以啊。这个行吧，珊珊的。对，这我你买8台，一洗卡4000块钱的，这钱给你的，多的钱的。我再跟你说个事，我自己私做主张，如果带我可以，我给5块钱小的。你也应该的，你是人情世故嘛。哥，你也拿个辛苦费。哎呀，瞎说！我们两兄弟血浓于水，我哪里要你的这个钱呢？我心里不安的，你拿了，我不要。不是不要紧，以后我就是老板，你就是财务。瞎说，我们两兄弟，我说实话，我就不适合当财务，太敏感了啊！来，钱还是你管，拿去。对，呀，你哥哥真好，你哥哥真的是个好哥哥。对，你签领导了，我们就正式开业了吧？好，好，妈，来，我来去通知乡亲们个。要的，开业。通知的，我丝毫怕他们听不到，我还干喇叭混的。这什么原因？这是哥，这要搞活动，像真搞。我们这个上一个小时送一个小时，像模样。哎，这个力度不够大，这力度还不大。上网送鸡蛋，嘿，真好。送鸡蛋可以，这个活动可以。快给我买鸡蛋，快点！我来给买一个，快一个，快一个，跑，快一个！哎呀，这个活动好。果果。这四人多了，鸡蛋一下就划完了。鸡蛋是划完了，你们拿充值。赔了，不会又这里就是。我要的鸡蛋。呀，这个好的哥哥。你要不要的？要的。你只要开网吧就行了。妥。我想拿我的钱呢。滚啊！老板，买电脑。老板，老板。哎呀，我打你没有？哎呀，买电脑吗？啊，这两位哥哥看中意了没？还行吧，就是这电脑想买的呢。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这主机都没得，这叫一体机，花我的钱呢，4599，便宜啊！
直接去看。诚信说，4598，可以。我就是嘛，大叔不是不是。陈成哥，我们的开网吧给你，要的机子也比较多啊，你就成个行了，好吧？我也诚心买，你也诚心买。陈成哥，450一台。哎呦我的妈！450，都买起来啊！嗯，好多呢，再说一遍。450。神经，太不太唱了歌。我看你们两个到这个转半天了，卖电脑吧？卖电脑。这算是你们来的地方了。我这个的电脑呢，在这一块放是最便宜的。好好钱啊？千把块钱的。可以，哥哥。还贵得很。我们刚创业的，一定要节约，晓得的。嗯，还想买便宜卡的，这个都贵了。这没得便宜的，便宜是有个便宜的地方，但是我要把你们引去。但是我这店怎么能招呼了？你把我带开，我给你招呼店的。我跟你去。好，走，我来带你去。我给你招呼。招呼好。好。等你哥哥。都是电脑，是的。强哪样？蛮满意，满意就行。嗯，这里保底全是最低价。要的，这是我们废品回收站的八站长。呀，站长好。你们就详谈。好。我呢，你就意思意思好。来，好，请详谈啊。我呢是来开网吧的，所以说我就想买几台电脑，看哪只想来买，好多钱台。我们不卖台的。嗯。我们是干蹭蹭的，讲好多钱赢了。蹭蹭的啊？嗯。你我就简单看能好多钱台过一数，我就买几台算了。3毛钱赢，一台各20块钱吧，好吧？要的要的，你我就先拿几台，好吧？你选呐，你随便选。但是我只要没得工给你办了，你自己去外面请车了。我今天我先选人了。好，选了跟我说。好，10块钱一台了。10块。你哪里有台给你办？小的。好。